各位伙伴，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黄老师 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一哈，各位伙伴，那今天早上哈，过完整体的一个盘面之后哈，我们发现就是隐藏的一些机会哈，主要是集中在了我们的一个棒系的哈这样的一个交叉盘上面。那今天的话呢，也是哈我们的三月份的第一天哈，也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哈，朋友们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哈我们的一个棒系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机会哈，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相应的一个利润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棒哈，朋友们，欧棒的话呢，从四小时的一个结构上来讲的话呢，整体上哈，它还是属于是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哈，它的一些机会的一些存在哈，也就是上周的话呢，这一笔逆动能哈出现之后哈，逆动能出现之后，那我们后面怎么样去操作呢哈？那对于我们的老朋友来讲的话呢，肯定都清楚，对不对哈？肯定是在后期看什么，看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些什么啊，一些利润了哈。所以说这个位置的一个什么逆动能出现之后的一个什么回档的一个多啊，朋友们哈，回档的一个多都是什么，都是我们今天明天啊重要的一个节奏哈。逆动能出现之后四小时回档的多哈，76.4 跟我们的这个正回档哈，朋友们哈，组合策略去操作哈。那这一笔利润哈，先看到什么，先看到前高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压力点的哈，这样的一个压力位哈，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再干嘛，再去做它的一个空哈。可以来讲这一周哈，这一周的就是前半周哈，我们主要的重点还是集中在了这个棒系交叉盘震荡的哈这样的一个结构哈，朋友们哈，这两三天都是做这个棒系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哈。所以说欧棒的这个多哈，朋友们哈，所以说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一个机会哈，只要价格能给到了哈，是什么，是必多的哈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除了我们那个欧棒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相对应的棒瑞哈，以及我们这个棒系交叉盘棒价，也都是一些不错的一个机会哈。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欧棒之外哈，相对应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棒瑞哈。棒瑞的话呢，整体上也是一个什么啊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逆都能打下来，肯定是看什么，肯定是先看它的一个震荡嘛，对不对哈？第一笔利润先做什么，先做它的回档的空，下来了又是什么，又是震荡的多哈，这样子去做一个多空啊，都有这个利润的哈，这样的一些机会哈。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棒价啊，朋友们，棒价的话呢，从日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揉搓线哈，揉搓线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哈，这样的一个区间哈。从四小时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什么重点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回档的一个空哈。这一笔哈，朋友们，这一笔加速打上来肯定是什么避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哈。那这个空点看到哪里呢？也是看到前低的这个位置哈，也是什么日线级别的一个什么啊揉搓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哈，朋友们哈，也是比较清楚哈。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重点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欧棒棒瑞以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棒价哈，我们这周前半周哈可以好好的重点哈去操作我们的一个棒系的交叉盘。好了，各位伙伴，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赚钱机会，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将会享受更多的策略以及我们优质的教学服务。那在早盘的最后，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我们明天再见。